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笑到2016》，我是龚宁。在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要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北京台历届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集锦之2014。有着小品专业户之称的演员郭冬临啊，是我们春晚的老朋友了。在马年春晚上，他与范雷、邵峰、黄洋献上了温暖主题的小品，叫做《亲人》。据了解啊，郭冬临对于作品音效的衔接、布景以及肢体语言等一系列相关细节啊，都非常的重视。每一项都要亲自落实到位，为了精益求精，他还充当起了道具工。坏，真挂上了，跑吧，站住，上哪儿跑？上哪儿跑？挂了车就想跑？不是我刮的，我刮的我都没跑。完了，严重吧？你说呢？这谁的责任？你说呢？我是坐三蹦子的，你是开三蹦子的。你边开你还边数钱，你把人家车刮了你都不知道，你说谁责任？赶紧趁没人看见跑跑吧。你别跑，别动，有摄像头，全是摄像头。我跟你说，我这样又好认。咱们俩现在一跑全完。哎呀，那到底是啥意思？咱俩在这等着赔钱不就完了吗？咱俩开个三蹦子进城卖菜，一天才卖多少钱？这是啥高级轿车啊？啊，就这样的车主，他不得讹？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得讹死咱啊？哎呀，新年一派新气象，新买的衣服新时尚，早上起来把街逛，我的媳妇儿嘎嘎亮。我的媳妇儿亮不亮？走吧，上车。妈呀，你干什么呀老公？早上出来不是给我磕过头了吗？谁给你磕头了？媳妇儿你好好看看，咱家车让人家给刮了。妈呀，谁这么缺德刮我们家车？这家伙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哎，敢刮我的车啊，我弄死你！我大哥坏了，他要弄死你。他一时半会儿弄不死我，别着急，咱看他怎么说。哎，老公啊，这样的，你道上不是有人吗？大哥坏了，他们道上有人。道上嘛，天天有人，你听他说。老公啊，给你道上兄弟打电话，问问看咱家车谁刮的。打电话没用。媳妇儿，你也不是不知道，咱住这个小区连个摄像头都没有。大哥，这是个重要信息，没有摄像头，跑吧！有没有摄像头都不跑，咱等着。有我呢。咋办呀？这是谁呀？这是啊？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真是胆子大了！我出来，谁？我行。哎，那个，这位朋友，你是干啥的？我是过路的。哎呀，太好了！我说，你看我这车让人家给刮了，你给我做个证啊！看不见，别撞了。他是我三兄弟，我是老大。大哥，车是我们刮的。车是你俩刮的啊？你俩是一伙的？对。行，没跑就行啊！我告诉你们，哎，我们家这个车。你别吵吵。我们刮的，赔钱，对吧？开个价吧。赔钱，老公，多少钱？开个价。我们两口子得商量商量。媳妇儿，这还有啥可商量的？你觉得这事儿有这么简单吗？你看看那个男的，哼，那个大光头，咳嗽那个，长得一脸的凶相，我看他俩像道上的。老公，你道上不也有人吗？是啊。我道上是有人，我是说道上，这不过年了吗？我的人都在回家的道上，这么个道上。
哎，商量好了没有啊？我们这还在回去的道上呢，但我们在道上也不容易，道不好走。哎呀，这道太难走了，道上啊。你听那个大光头说了多少个道？三四个吧。他就是在提醒咱们呢。我告诉你，道上有规矩，只要他们张口开了价，你要是不给，马上就动刀。大哥，为了你我豁出去了。哎，我错了。大哥，我不是冲你。你什么玩意？吓死我！哎，别商量找这个找那个的，没用。你就说给多少钱就完了。你看见没有？刚才他这个小弟还是这样怂的呢，现在都雄起了。我看见了。别急，老公，别急，老公，我上。啊，我上。那个，二位，你俩是干啥的？我们是卖。买卖人。买。好人，买卖人。什么好人啊？没听他说呀，买人、卖人、买卖人，这人贩子能是好人？稳住啊！啊，我来问问他。老大，啊，他是老三，我是老大。老大，是这样的哈，你看，虽然我们家开的是好车，对，但是我们家没多少钱。对，好，你家有多少钱跟我有啥关系？赔钱嘛，对吧？别说没用的，你就说多少钱不就完了吗？对。态度很强硬啊。这样吧，媳妇儿，咱们破财免灾，咱们给他们100块钱，行，好不好？好。那个二位啊，您看这个数行吗？啥？1000？啊？干啥玩意儿啊？大过年的，我们进他城容易吗？那是凶人呐。那你们给个数。哎呀。就这些，爱咋地咋地。老公，他们有5000。完了，5000了。我跟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你那车我们管的严重吗？不重，啊，一点都不重，对不对？没事儿啊。我知道你们这是对我们就是一个警告啊，这个数我认了。只要你们以后别再碰我的车，行不行？行，你放心，以后我们绕着走，我们走西三旗。西三旗，这个地名我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我爸我妈家。那我爸我妈住哪儿啊？五棵松。走五棵松好。我跟你俩说啊，就这个数，2000。2000。行不行？不行我就报警。警，大哥，你让他报，警察来了正好堵车。这你本来我不打算麻烦警察哥们儿，既然你这样，那咱就报，咱报，报警。你说是交警还是交警？大哥重了，报两次，两。老公，哎，警察也是他们哥们儿。大哥，行，这数我认了，5000，5000啊！报警，报，必须报。大哥，报警电话多少？120。老公，怎么打急救中心电话呢？可不嘛，他出了价了，5000块钱，咱要不给他们，他就得动刀，动了刀，咱们不得急救吗？12，别打了，5000不少了，50000真的没有啊。50000啊！两位大哥，我求求你俩了，你俩别害我们了，行吗？啊，害你们啊！大哥好像整岔劈了，他把咱当坏人了。谁敢说你们两个是坏人呢？好人。媳妇儿，咱们回家拿钱，让光头帮的兄弟们过个年。谁光头帮？有头发。你有头发没用，我跟你说，我们是进城送菜的，在这儿把你家车刮了，对吧？对呀、啊、我们等着赔钱。我们赔了呀。是我们赔你们。赔我们啊？你们赔我们？什么？我才不相信呢！你们把车刮了，又没人看见，你们不想讹钱早跑了。我大哥不让走，说有摄像头。对呀、啊，什么摄像头？有没有摄像头，我们都不跑，我们在这等着赔钱，好回家踏踏实实过年。哎呀，哦，原来你们真的是等着赔给我们钱的啊！是这样的、啊，你们刚才不比划一个手指头，我以为你找我们要1000，我们还价说给500，行不行、啊？你又整出个2000、50000，岔劈了吗？哎呀，我就说你吧，我早说人家是好人，你就
我就是警匪片看多了。你呀、啊，应该看《法制进行时》，那坏人早就逮起来了。卖菜就挣这点钱，你都拿着，就这些了啊，多少就这样了，行不？大光头，你这说啥呢？你这是，你们农民进城卖点菜，做点生意容易吗？大过年的，来来来，就当我们城里人给兄弟们拜年了。哎呀，大哥，我还得求你个事儿。你说，开春以后我俩想到北京打工，给介绍个活呗？那你找我呀，我道上有人呢。2014年的春晚啊，是以“欢乐北京，中国梦”为主旨，将热闹喜庆、欢乐祥和的气氛带到了千家万户。此起彼伏的笑点中啊，不乏温情脉脉的泪点。其中，小沈阳、沈春阳、鸭蛋儿、王金龙等八位演员打造的小品《真的想回家》，融合了诸多的爆笑元素，也表达出来了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家的渴望。把那纸快点赶呐，这边都供不上趟了。机器呀、啊，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哎，饺子包咋样了？也差不多了。啊，人到齐没？人呢？到齐了，齐了吧？到齐了吗？我尝尝啊、哦，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那头啊、哎，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哎，回来了，回来了。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啊，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你喝了你啊？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你大伙儿喝呀、哎，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喝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这、啊、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二十瓶啤酒。哈哈哈哈哈！那咋的呢？后来肉吃没了，剩签子了，找我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整点鲜艳面，继续说了，说了直冒火星子，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哎哎哎！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啊，咱们农工不容易啊，没事。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走了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儿过一个农民工春晚。好啊，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发红包啊？发红包？真的假的？干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你会吗你？会啥呀？你来个，我演一个呗。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春天里。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有我呢，你怕啥的？这干啥呀？吉他。你也太。拿这当吉他呀？差点没拽着我。哦，来，对对，有点扎手的。春天里，他唱春天里。春天里，春天里，我给你拿拿。春天里呗，投入点，投入点啊，投入点。春天在哪里？啥呀？春天在哪？啥呀？这哪春天里呀？这是啥？那是春天里吗？你会不会唱？唱错了。错了，还记得啊？对对，还记得，对吧？这个对，对对，还记得春天在哪？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可拉倒，会不会唱啊？会呀，你说你这么丢人，不行，下不让你唱都白瞎了，那哪那么唱呢？来，我一听说给红包，我说给我伴奏啊，啥玩意儿？会唱。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俩没事去荡秋千呐，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哎呀哎呀，这大过年呢，你这俩跑偏的吧？这下下过了，下下啥呀？这是啥呀？后边吧，这演的什么？我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是这个。女同志，你们求节目。你们王林，对对对，你也演一个，来一个，来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唱大过年，你俩来一个呗，来一个呗，来一个，钱包来一个，唱，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唱不上去下来，不让上，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啊！啊，行，嗯，那个准备一下，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他们配什么呀？全给他配什么？配肉那个啊？都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肉。又黑又黑那个，哎对，那个又啊，那又。嗯，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第二季还没开始呢。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实在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题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哟哟哟！嗯，没唱你们又啥呀？整早了，早了。我都没唱呢，你。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又啊？我一摆手，你们就又啊。啊，好。哎呀，我这唱不上去。试啊。来来。哎呀哈。哟。我看下一个谁来了呢？那个是不是都演呢？都得演。大力啊，你来一个。大力、嗯，大力，我就不来了。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我来一个，我不会唱。不用你唱。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这游戏？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玩就玩，过年了你摸不开啥？模仿个僵尸啊？对对，僵尸模仿。模仿那真像。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来一个。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这吓好久没睡着觉。是吗？啊，模仿一下啊。哎呀，儿子把眼睛闭上啊。干啥呀？你咬着人呢？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你咬僵尸得咬植物吗？咬植物啊？嗯，对呀，那里有植物哈。对，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行，我咋扮演呢？我你还有道具啊？我这有道具，我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这些道具啊，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啊，把帽子摘去。哎呦，太像了，太像了，是不是真人版的？高了我也咬不着你呀。
你矮一点啊，哎，动一下，啊，动一下，你要出海呀？那么动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我没玩过。来，你拿来来。我平时总干活，不玩。你瞅着我点啊，嗯，每个滋儿的，别管长啥样，美点。记住没？明白了。来，戴上来。一般美谁都会美的，还示范一下。你说你像个海鸥似的。行，老王啊，啊，你过来了，来个全套啊。来，你给我扮演那个那里边那炮，宝物向日葵那个啊。我演炮啊。啊，演炮，你演炮啊，真帅。我再给你戴个绿帽。他也太能琢磨了。你晃你的，你晃你的。那个，我跪着啊，给你准备个子弹。哎，他怎么晃啊？炮弹啊。啊。那个。他。好。你动一下。动。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那个啊，对对对对对，啊，我晃，啊，就这么地了。你有音乐没啊？我还有音乐啊，音乐，你给摁一下。哎，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啊啊，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啊，注意啊，一百开始。啊，挪呀，一定不挪，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节目好不好？好，啊，太绝了。哎呀，不讲累的。哎呀，这脚都软样了。那行了，啊，别扯了啊，差不多了，到点了，十二点了，赶紧的，到点了，给家打电话，快十二点了，打电话，给家都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爸妈，过年好。过年好。啊，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儿子，给爷爷奶奶拜年。爷爷奶奶过年好。哎，好儿子。我想你们了。我想你们了。哎，妈，过年好。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红，跟我妈说两句话。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那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着。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己写的歌。哎，对，打免提，快来，妈，你听着啊，别撂电话，妈，看免提，听着，给你唱歌了，给我，嗯，你听着，别挂啊。想你
想说说心里话，爸，你的身体现在好吗？以前是我不听话，让你操心啊。爸，你的酒不要再喝了，烟就戒了吧。寄给你们的钱不要不舍得花。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不要对我再牵挂。我已找到心爱的他，马上就带他回家。真的想回家，陪陪爸和妈，吃一口妈做的饭菜，多少回味呀。真的想回家，陪陪爸和妈，时光匆匆慢些吧。爸妈，我们今年不能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你。爸妈，我想你。爸，你的酒不要再喝了，烟就戒了吧。寄给你们的钱不要不舍得花。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不要对我再牵挂。我已找到心爱的他，马上就带他回家。饭菜多少回味呀，真的想回家，陪陪爸和妈，时光匆匆慢些吧，你们头发都白了。真的想回家，陪陪爸和妈，你们辛苦一辈子回家。年龄节目占了30%的比重，却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尤其是白凯南、叶飞表演的酷口相声《花样节奏》，依旧是边说边跳的路子。白凯南啊，在盗版碟的伴奏下模仿黛玉葬花的舞蹈，成为了全场的爆点，许多观众啊都是笑到泪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首先，我要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您在新的一年里，那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这是谁呀？还叫停了？这是？啊？我们怕您憋着。我都怕你憋着。哎。啊？马年，对吧？啊，这都什么时代了呀，打从有马的时候就这么拜年。让你们俩说说我还欠缺什么呀。您呢？啊，欠奏什么？欠节奏。吓我一跳，我以为要动手呢。这是啊。不不不啊，您要是带上节奏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吗？哎，对了，我问你啊，刚才在干嘛呢？我在给观众拜年。观众是谁呀？观众就是父母。哎，
哎，你看，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舞台啊，咱们拜年是不是得拜的洋气一点点呢？我洋气点啊，洋气点啊，你得说英文。英文啊？我考考你啊。啊。妈妈、爸爸的英文怎么说？哎呀，这太简单了。Mother。接下来就是 son。没人答应了吧？啊？还想占我便宜？你们是不是感觉我要说 father 啊？哎，不能这么拜年，这么拜年我容易吃亏。你带上节奏就不会吃亏了。怎么带上节奏啊？小朋友跳舞那个音乐啊，欢快的节奏，咱们就用这个节奏拜年。就是那个，你就不会吃亏。吃亏也听不到的吗？听不到像话吗？走着，咱们试试。Mother father 过年好。Mother father。Mother father 过年好。Mother father 过年好。还别说，他刚占我便宜，我还真没听见。这就是节奏的作用啊。看来这节奏还真挺神奇的。哎，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能合到一起。越说越来劲。我说两样你就不一定能合在一块儿去。是，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的传统京剧能和国外的摇滚乐合在一块吗？能呀，只要节奏对它就能合到一块。那我要唱一个天王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京剧跟我合。 Michael 是吗？ Michael。 好，那我就用京剧的卖水来跟你合。这就是 Michael 卖水。走着。我我是想跟您说呀，啊，我特别喜欢《红楼梦》里面黛玉葬花那一段。哦，您能给我们演一段吗？那个我来不了呀。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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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我的妈呀！我演啊！哎，等等，怎么了？黛玉葬花啊？对呀。那你演谁呀？嗨，这个我演谁，观众心中自有答案哈。您说我演谁？演花儿。不是，你们大过年这是要葬我是吧？啊，我演黛玉。谁？黛玉。可你也不像黛玉呀。那我像黛鱼。我都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你才黛玉呢，你们全家都黛玉都是。不是，你们别看我这脸，光看我的表演，这个大师您给我一个节奏。我带一回玉。走着。花谢花飞，有谁恋？有谁？
么样我这表演啊？看看这掌声，挺好的一段舞蹈啊，让你跳出了 PS 的感觉。这都是节奏的作用。那这没我什么事儿啊？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看，他没法看。你怎么打乱呀？啊，假冒伪劣呀。我的意思是啊，就刚才黛玉葬花那一段，嗯，咱们按照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次怎么样？等着，走着走着，这脾气太大了。这个天哪，这我可见的是大师了，你看到底，哎呀，这都是节奏的作用。那大舌头还跟点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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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那就是必须创新，必须跨界，必须较真儿。2014年的北京台春晚上啊，还与老演员王文林先生合作表演了一个新创牌的对口相声。王文林、李明宇，您的街坊邻里组合上台鞠躬。哎，李明宇哟，王老师，老街坊，老邻居，你可是我看着长起来的，您可是我看着啊变老的。没错 啊，我原来住你们家楼下呀。是我们家住一楼。哦，我住地下室啊。好长时间没见了，您忙什么呢？嗨，我就是在东三环国贸地铁、CBD 做生意。哟，那具体的是国贸地铁 CBD 的哪儿啊？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就是东三环国贸地铁站 C 口 B 口之间那块地。摆摊啊？你别嚷啊！哎，你在哪儿发财呢？我就是手上掌握着几块地。房地产？我说房地产了吗？啊，不是，人家王石啊、潘石屹那是房地产，我呢就是在家待着。老有人往我账上啊打点钱。那你给人家什么呀？我给他一块地呀。哦，看哪需要啊。啊，东城区需要给他一块地。哦，西城区需要给他一块地。哟，天津啊，天津反正远点，是也给他一块地。哦，三天之内准到。哦，哎，你看就咱们两个这个交情啊，能给我一块地吗？没问题呀，但是咱说好了啊，我给您一块地啊，您给我一好评。呸！
合着说了半天你就是开网店的、啊、说半天您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摆地摊怎么了啊？摆地摊现在是消费的主流，那我们这是消费的时尚啊。这么跟您说 啊，我让您不上街就能逛街。我们不单让您逛街，还能让您练习骂街、啊、那我们跟谁一打招呼都叫亲。别扔地去。哎呀、啊、我们跟谁打招呼都是哎。我们呀不满意能退货，当然了得您出快递费。我们要是买假了，假一罚十，不过您得找得着我。听您这意思啊，对我们开网店的有意见？看你这态度，对我们这地摊儿有想法。嘿呦，要没您这摆地摊儿的，我们网店越来越火。嗯，早晚城管都得改行去送快递。要没有你们网店呢、啊、我们地摊是越来越多，什么燕莎国贸啊、嗯、那全都得变成天意。哎呦喂，我们啊，我们这个行业的偶像是马云，民企老总。我们的偶像是刘翔，世界冠军。刘翔啊，也对，他要有刘翔的速度啊，他起码城管追不上他。其实 啊，我最崇拜的是博尔特，百、啊、米9秒58。嗯，博尔特不如您啊，博尔特是跑直线，是他还得拎着包袱越障碍。还真是，我发现啊，我们这行业啊，就是24小时待命。嗯，电脑一响就得起业，电脑一响就得起业，这企业家、企业家呀，就说我呢。我们这行业 啊，是天天在街上，哎呀，刮风一身土，站那儿使劲嚎，感觉这土豪土豪的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们这个行业啊，就是特别费手，老得打字。谈一单生意相当于写一篇中篇小说，我仿佛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向中国人招手啊。我们这行业呀，天天在街上跑，一天呀能跑6个马拉松。是下届奥运会您要不拿块金牌回来，真对不起城管他老人家对您的培养。是啊，哎呀，有的时候遇见抠门的顾客呀，做一单生意能把我累死，有时赶上奇葩的客人，做一单生意能把我气死。这样吧，咱们现场您摆回摊，我也看看您摆摊什么样、啊、我也跟您学学。没问题呀、啊！啊，我在街上天天就这样，天天练摊啊。您来了，哎，咱们就是这样、啊、哎，瞧一瞧，看一看啊，哎，停一停，站一站，哎，想一想，算一算啊，哎，恒大今年夺亚冠了啊。哎，都别跑，都别走啊！王菲、李亚鹏分了手了啊！哎，别发愣，别发呆呀、啊，单独也能生二胎了啊！哎，慢慢挑，慢慢摘啊！汪峰向章子怡表了白了啊！哎，今天是清仓大甩卖了啊，一律2块了啊，就要2块了啊！哎，2块钱买不了吃亏啊，2块钱买不了上当啊，全都2块了啊！您就拿2块吧。您那什么都卖2块吗？全都2块。你等着。哎，哟，腾格尔老师，坐前面这些人里我听说了就您最大方，能借我一笔钱吗？2块。没带那么大的票是吗？今天哟，谢谢啊，得给您2块钱。你买什么？把这给我。哎，还、哎、还、哎，你怎么买喇叭了？白走了。买一清净。哎呀，哎，我听说你们在网上对顾客是特别的客气。那是必须的。哎，比如我要是个顾客，能对我这么和气吗？您放心，我们一视同仁。我这个打字可是不太好。老先生，咱慢慢聊啊。慢慢聊。慢慢聊。嘿，亲，你好啊。你好。你那儿有大妈吗？有的。不是，您还想买个老伴儿回去怎么着？您想问有大码吧？有。你有实体店吗？我暂时没预备。那叫实体店。哦。你能活到付款吗？我尽量。那叫货到付款啊、哦！啊，还有个事儿，我想吻你一下。吻我？
我跟您说，要是范玮琪跟我说这话，我肯定同意。但是我就怕黑人不干。不是，您想问什么您就说啊。哎，那你什么时候能发火呢？我这就快了。您能用个靠谱点的输入法吗？通过这么一了解啊，你们这个网络店也不容易。通过这么一聊天啊，您这摆摊的也挺可怜。要不咱们爷儿俩在一起做生意，未来的网络消费那是必然的趋势。其实摆地摊也是无奈的选择呀。广大的白领和学生那是我们的消费客户啊。那些广大的空巢老人和不会上网的农民工兄弟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啊。到时候咱这网络实体店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是低调奢华有内涵，洋气奔放有深度，那是简约时尚国际范儿。我仿佛看到了三个月之后我上市的公司喽。哎呦，我仿佛看到我下月就能买劳斯莱斯喽。你有驾照吗？你有执照吗？就是咱们不一起来憧憬美好的明天吗？那倒是啊。咱我在遥望大马路上，有多少行人在来来往往，小摊流上又能和谁讲，你一人摆摊在那苍茫的路上。从今以后有我在身旁，咱爷俩合作就不再惆怅。网络的实体的想买的不想买的都来看看，都来访访。哦耶哦耶，先锋派的我们消费新时代，实体加网络才是最新的主脉。现在网络特别神，网速特别快，我们就是中国最强合伙人。耶、yeah! 老先生这样啊，明天咱爷儿俩就去办照去。哎，李明宇、先别忙着办照。干嘛呀？你得跟我上工商局去一趟。去干嘛去？把我扣那货给赎出来。被罚了。2014年的春晚，大宅门的原班人马呀，第一次再聚首，这在当年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导演组根据斯琴高娃、刘佩琦和赵毅在剧中的人物角色，打造了一个北京味浓郁的脱口秀的剧本，并由郭宝昌导演呀亲自指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这节目我是个没把握啊，二位爷，二奶奶，您这一上台就说错了话了，哪有二位爷呀？我是小辈儿啊，我在您这儿论不上爷了。也是啊，是不是？你就是一孙子。嗯。是吧？那没错。怎么别扭呢？那这么着吧，咱们就来点儿早年间明清时期的话题，是吧？就是大宅门那会儿的话题。谁要是说好了啊，谁就是称得上京城的真正的爷。我跟您说，二奶奶，你要说这老北京我最了解。那你知道早年间当爷的应该懂什么规矩吗？那规矩可多了去了，您指哪样了？不是过年了吗？是吧？你得见人吧，你得寒暄吧，你得打招呼吧，你得行礼吧。得嘞，行个礼吧。大爷您先来。我来。哎，在座的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三爷，您这不实诚，像鸡刀米似的。就是，你说你就点个头就成了？没有诚意，你得啊诚心诚意的，毕恭毕敬的，对吧？鞠90度的大躬才成。90度，那是啊，鞠个。大家过年好。哎，再往深了躬，不成啊！深呢，我这再加。哎，您看我给您作一个揖。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多发财。哇，够实诚的。怎么样？哎，我这二嫂，哎，您来个新的。要不咱们换个文的。文的好。这不是春节了吗？对春联就拿北京城的地名。对，来吧。您出上联。听着啊。海淀。我给您对沙滩。海对沙，多棒。来，鼓掌。
马甸牛街，牛牛对马。哦，真是没难住你啊！那我就加一个字儿吧。啊，那我们也能加字儿啊。八大岭，我给您对四通桥，四通八达，多棒！啊、公主坟，太子玉，我这太子娶您公主。哎呦，你这过年娶媳妇儿，可真是老夫正经的啊！我那我就给你来一个手有居，我给您对 CBD。我那手有居说的是房子，我那 CBD 是个地呀。二嫂哎，啊，怎么您给我来个男的，嗯，好吧，你给他来个女的，他也不会。那我就考考你吧，南沙滩北沙滩南北沙滩无沙滩儿，怎么无沙滩儿？哎，那都变成绿地了。哦，是啊，哦、绿 啊，绿化了、啊。我给您对东安门、西安门、东西安门、梅安门。那怎么梅安门呢、嗯？都改宽马路了。哎呦，嘿啊！那合着我再来南北？我就对东西。听好了啊，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嘿，好，怎么样？啊，这绝啊！我给您对，东便门，西便门，东西便门，变东西，好。哇，得嘞，你们俩可以说称得上爷了。哎，嗯，老爷，嗯，我跟您说啊，你要说您也称得上爷呀、啊，这我还真不服。嗯，那老北京我比他熟啊！哎呦，哎，你这活着辈儿了，怎么会比我熟呢？我出一上联，您对不上。你说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人鬼。你这是天干呐？我十天干呐、我给你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什么乱七八糟？十个数，你这。我这个十个字啊，是老北京的十个地名儿。您这好，那我先问你，甲，贾家胡同；乙，椅子圈有没有？丙，哎，丙张胡同；丁，丁张胡同，多好！哎，好，物，内物不接；几，几，几，挤不出来了；几。吉祥胡同，哎，我们俩人的弟弟，庚辰胡同，新街口，人民大学，鬼街小龙虾，我吃去了啊，再见了，回来，我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也是十个北京地名哟。这也十个北京地名，来，那我问问您，这一一亩园，二二龙路，三三里屯，四四道口，五棵松，六铺炕，七圣庙，八王牌，九仙桥，十上海呀、啊啊啊，真不错，真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啊，虽然不错，但是你们俩在我这儿那就是矬半辈儿了。为什么？为什么呀？甭说一到十了，连四十我都能说得出来。那您这是吹牛了。那吹什么牛？那老北京这么多地儿，哪有一个地儿地名叫四十的呀？没听说过呀，没听说过。那我得教教你们了，省得赶明儿你们在别人面前丢人。不就四十吗？四十是不是？东四十条。啊？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东四十条啊！嘿。还是二呢。